你可以洗地板啊。我就下面下大雨的时候，我就喷一喷，然后就把车开出去这样嘛。对啊，你可以就拿一个水桶，然后插个水管，就可以这样喷啊。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它会把水吸上来，它不需要接水龙头的、啊。不用啊。对啊。应该是拿一条那个管子接在水管，但它不是高压水柱，它只是喷泡泡而已嘛。没有啊，它是可以喷比较广角或者是、啊、就是喷泡泡哦，它不是给你洗车用的吧？这是喷泡泡吗？啊、这就终于没有说明啊，东西在哪里啊？它的产品哎、欸，小皮蛋对。